这是裕文路跟裕益路口，我更正一下刚刚说的裕靖路以北不会淹。刚刚看到了现场，基本上这一群旁边也是都淹了，都是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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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有车抛锚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大概都是淹水啊，都是水，整个裕益路几乎都是水了。这车应该坏掉了，车坏掉了。不过裕文路应该算是整条都没事啦，只有到裕益路才有事，算是地势也比较高一点点。好，以下报告。